辩证二司马相如上林赋序上林诸水曰：丹水，子渊，霸，禅，经，卫，八川分流，相背而异态，号咬黄样，东注太湖，八川自入大河，大河去太湖数千里，中间隔泰山及淮济大江，河源与太湖相涉。郭璞江赋云：注五湖以漫莽，贯三江而澎沛。墨子曰：禹治天下，南为江、汉、淮、汝，东流注之五湖。孔安国曰：自彭蠡，江分为三，入于震泽后，为北江而入于海。此皆未尝详考地理。江、汉至五湖自隔山，其末乃绕出五湖之下流进入于海，河源入于五湖。淮、汝进自徐州入海，全无交涉。与共云：彭蠡寄诸，杨鸟幽居，三江既入，震泽指定，以对文言，则彭蠡水之所诸，三江水之所入，非入于震泽也。震泽上源，皆山环之，了无大川。震泽之尾，乃多大川，亦莫之孰为三江者。盖三江之水无所入，则震泽用而为害，三江之水有所入，然后震泽指定，此水之理也。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，图志谓之黄二墓，有一石碑，以漫灭布，可读。莫知黄耳者何人？时延年通判海州，因行县见之，曰：汉二叔，东海人，此必其墓也。遂谓之二叔墓，刻碑于其傍。后人又收入图经。禹岸，叔广，东海兰陵人。兰陵今属宜州城县，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，自属琅琊郡，非古人之东海也。今城县东四十里自有叔广墓，其东右二里有叔寿墓。延年不讲地志，但见今谓之东海县，遂以二叔名之，即为乖物。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，无足迹者，此乃于出世为牧羊主部日，始见途经中，曾经世，后世不知其因，往往以为实录，漫至于此，以见天下地书皆不可坚信。其北又有孝女冢，庙貌甚盛，住在四点。孝女亦东海人，赣榆既非东海故境，则孝女冢庙亦后人附会县名为之耳。杨文公谭愿继江南后主患亲属隔前草生，徐凯令以跪谢不专奉中，素草尽死，为吕氏春秋云跪之之下无杂木，盖跪之为新事故也。然跪之杀草木，自是其性，不为新事也。雷公炮制论云：以跪为丁，以丁木中，其木即死，一丁至危，未必能熬大木，自其性相制耳。天下地名错乱乖谬，率难考信，如楚章华台、亳州城富县、陈州商水县、荆州江陵、长陵、监利县皆有之。前夕亦有数处，据左传，楚灵王七年，乘章华之台，与诸侯落之。杜预著章华台，在华容城中。华容即今之监利县，非越州之华容也。至今有章华故台，在县郭中，与杜预之说相符。濠州城父县有前夕，其侧亦有章华台，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。云楚灵王战死于此，商旅县章华之侧亦有前夕。薛宗著张衡东京复引左氏传乃云：楚子成章华之台于前夕，皆误说也。左传实无此文，
张华与前夕无非一处。楚灵王十二年，王寿于周来，使荡侯、潘子、司马都、萧颖武、灵隐喜率师为许以拒吴。王赐于前夕，此则成父之前夕。灵王八年，许迁于夷者，乃此地。十三年，公子比为乱，使官从从师于前夕。王从溃，灵王亡，不知所在。平王即位，杀求依之王服，而留诸汉，乃取葬之，以晋国人，而复以前夕。灵王时亦于欲隐身害，是他年深以亡就告，乃改葬之，而非死于前夕也。昭王二十七年，吴伐陈，王率师救陈，赐于城父将战，王卒于城父。而春秋又云，是其君于前夕，则后世谓灵王始死于世，礼不足怪也。今人守郡谓之见辉，盖用延延年失，一辉乃出手，此物也。延年未一辉者，乃指辉之辉，如武王右柄白毛以辉之辉，非金辉之辉也。延年阮始平诗云：屡见不入关，一辉乃出手者，谓山涛见贤为吏部郎，三上五帝不用，后为循序一己，遂出始平，故有此句。延年被病，以此自托耳。自杜牧为登乐游原诗云：你把一辉江海去，乐游原上望昭陵，使谬用一辉，自此遂为故事。除败官职，未除其旧籍，不然也。除由意也，以新意旧曰除，如新旧岁之交，未之岁除。意除戒气，戒不余，以新意避，所以备不余也。除未之除者，自下而上，亦更易之意，世人化寒退之，小面而美然，著纱帽，此乃江南韩熙在耳。上有当时所画，题至甚明，熙在世文，敬江南人谓之韩文公，因此遂谬以为退之。退之肥而寡然，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，郡县所画皆是熙在，后世不复可辨，退之遂为熙载矣。今之属前百前谓之末者，见末自用之，其实只是百字，如时与无耳。唐自皇甫伯为殿前法，至昭宗末，乃定八十为末。汉隐帝时，三司使王章每出关前，又减三钱，以七十七为末。书官仍用八十，至今书官前有用八十末者。唐书开元前重二株四身，今蜀郡亦以十参为一株，参五谷之累字，恐相传之物耳。前史称颜武为剑南节度使，放肆不法，李白为之作蜀道难。按孟起所记，白出至京师，贺知章闻其名，首义之。白出蜀道难，独未毕，乘探数寺，实乃天宝出也。此时白已作蜀道难，颜武为剑南，乃在至德以后肃宗时，年代甚远，盖小说所记，各得于一时见闻，本末不相知，率多揣悟，皆此文之类。李白集中称次章愁兼穷，与唐书所载不同，此唐书误也。就尚书与共云：云梦氏作义，太宗皇帝时，得古本尚书，作云土梦作义，诏改与共从古本。与按孔安国著云梦之则在江南，不然也。据左传，无人入隐，楚子射居济江，入于云中，王寝道公之，
以歌姬王，王奔云，楚子自颍西走射居，则当出于江南，其后涉江入于云中，遂奔云，云则今之安州，涉江而后至云，入云然后至郡，则云在江北也。左传曰：郑伯如楚，王以填江南之梦。杜预注云：楚之云梦，跨江南北，曰江南之梦，则云在江北名矣。元丰中，于自随州到安陆，于入汉口，有景陵主簿郭思者，能言汉，勉兼地理，亦以为江南为梦，江北为云，于以左传验之，思之说信然，江南则今之公安、石首、建宁等县，江北则玉沙、监利、景陵等县，乃水之所尾，其地最下，江南二浙，水出稍高，云方土而梦以作意矣。此古本之为云也。